就是好的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你看到黑点的黄点的时候，一点的黄点都没有关系。你看到的红点有红线啊，青丝啊，这种啊，这种看起来比较蓝啊，这种都有病。好，血丝啊，这样上来有青蓝点在上面呢、啊，都是虫，肚子里面生蛔虫。好，但是你看到有黑点或者一些，这倒无所谓。好，还有的人眼里面有痣啊，眼里面有痣都是很好，平常看不到嘛，眼里面有痣。好，那这个角的肾结石呢，平常我们在临证上看的时候，角的肾结石点都是对侧。好，这边右边的肾结石，我们按左边，这个太溪上到交心的地方，找到压痛点，直接下针，大部分在对侧。有的时候会出现同侧，好，所以它大部分都在对侧。那出现同侧的原因很多，有的人是脊椎骨开的高，这个刀它那个气，这个肾经气脉不通，只好往这边走。人体会协调的，人体很均好，你这一个不足，它会强迫它找一个地方让它通。就好像这个我们心脏哈，我们心脏这边，别的那个动脉血管堵到了，这个堵到了，这个只有一根堵到，但这个力量呢不足以引发一个心脏病。那人体会自己会做个绕道手术到这边去，那你心脏血管的医生都知道，自己会做个绕道。可是心脏血管一颗医生尽量不要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帮你开刀做个绕道手术，好，35万美金，好一次，好，那我们前总统克林顿就是比较相信西医嘛，啊，开完你住五星级，这个住五星级的病房跟你恢复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健康没关系吧？但是你看他现在气色，开刀前开刀后，好，那、啊、找我就没事了，对吧、啊？啊，不需要开。哦，原因很多，所以两边都去查，然后两边都去查。那伟忠呢？一般来说，如果脚颠倒放血的时候，哈、哦，病人脚这样腿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膝盖，好、哦，膝盖下来，好、哦，脚这样颠倒，好、哦，这个脚趾头这样颠倒。当他在伟忠放血的时候，沿着墙壁这样放血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你拍拍一按，血就喷出来了。好，你要闪开一点，不能在那边喷，好准，这样刚好喷到脸上，那个血喷出来了、哦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喷出来，上火罐，一般都是喷出来。好，那你要它怎么喷出来？平常我们的手法是这样子哈、哦，会用一点酒到厨房去拿一点酒，这是老师傅相传下来，拿酒放在手上面，再放在那个尾中去这样，打尾中，一敲了开门，它就血管就出来了，那个淤血管就出来，一放就喷出来。好，这是最好的方式，因为你会放到那个需要放的那条血管。好，所以我们都是用沾点米酒拍上去，这样拍它就出来了，就看到那个血管放大。好，那我曾经这不要说这个血管，我曾经有个病人，那个腿一拉开，我就哇好臭啊，为什么？化脓，整个是一块脓，正好就在尾中这个地方，这个后面这个脚后面整个生满了。好，然后我拿那个针一放，那脓喷出来。我当我不会那么笨啊，我就经验很多，我那测出来一样，砰，喷到那边去，好，喷到我那个跟我的实习的大夫，嗯，下次学好好学习经验，臭了要死。可是放完以后，病人的哈脓也收了，身上那个味道也没有了，把那个身上的湿热的臭气，哇，那个胖子那个有没有，好，那个臭气，那放完人就很舒服了。然后我很难过，我就跟他说，有两个跟我实习的，我说他们都拿到已经考了执照，我说。现在会放了，下次你到那去放啊，啊，嗯，所以助理还是不错。好，那有的人呢，我们的关节有时候会脱开来，好，比如说这环跳的关节，这个关节在这边哈，大骨头都脱开来，它都会移动。有的人的肩膀，我治过一个人呢，好，肩膀这个小朋友才17岁。那很喜欢丢棒球就练的那个手，这个手臂特别发达，可是手臂呢脱臼，用一丢就脱臼，开刀呢开了4次，开完刀再甩还是脱臼，啊、哦，那他又很喜欢棒球啊，就丢不下，他又是投手，对不对？那个高中很重要的一个投手，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妈妈就带来，我帮他砸连砸2个礼拜，一共砸6次，135这样砸，从此就没有脱臼。治症的方法跟我们环跳也会用脱，好，有人膝盖脱开了，我们治的方法都可以用什么呢？大叔，
骨灰大叔一样啊，谁会掘骨穴？好、哦，他每次来我就帮他砸大叔掘骨，还有这个圣叔，好、哦，金门，好、哦、金门，然后天印，这个所谓天印呢，就是他痛的地方下针，好、哦，那比如说环跳，我们在环跳上下针。好、哦，那膝盖的话，我们用膝骨针去下针，但是我们就加强这些穴道，让关节能够更强，好、哦，能够更能够增强它的固定，不会晃动。好、哦，这边有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他久病为虚，心病为实，那脾块，好、哦、是实，那病人有脾块很，而且已经历史很久的道理，我们虚实怎么样子治？任何的东西，我们的虚实辩证，我们有八纲辩证、阴阳辩证、虚实、表里、寒热，那。我们这个虚实除了解释痛、实痛、虚痛来以外，任何有长到东西都是实，没有东西就是虚。那你长个肿块很久了，这个肿块就是实，而不是说以时间的长短来论治。好，这个所以我们在讲痛的时候才会有啊，你这个头痛、肩膀痛、手痛多久了？初痛为实，久痛为虚。那虚实用在内科病上面来说，长东西就是实，好，没有长东西就是虚。这个是观念，而不能你不能把表面上我们判断好对吧、啊？肩膀痛这个痛的观念拿来解释这个脾块，不是这意思，了解我意思吧？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对痛下定义，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用它的子穴，什么时候用它的母穴，对不对？变成说你子母穴不敢用了，你一律用本穴或者一律用原穴，啊、哦，当今的原穴在做补穴治疗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才会说。把虚症和实症下定义好，所以内科病你不管是多久，只要有长东西都是实，没有长东西就是虚。好，那虚的话，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；实的话，我们要想办法泻它。好，那有的人呢，那个有硬块、有肿块，那本身体力又虚，这个时候我们叫虚实兼顾。虚实兼顾，比如说我们用针去泻这个脾块，好，我们下针。然后这个我们用灸去补它的元气，比如说膏肓啊，灸膏肓我们治百病，啊，灸足三里让胃气回补，灸中脘这都是，啊，灸心那个巨阙，背后的心第五椎外开一寸半的心腧，这种都是那个补的方式。好，来，好，这个。人体啊、哦，左边是血，右边是气，这些还有包括肺癌都是《黄帝内经》的部分啊。《黄帝内经》部分我们解释在针灸上面，我们是后面是运用了，真的解释通通来自《黄帝内经》。好，我们在《黄帝内经》会再详细做解释。好，那这个你们对那个脉气的走向哈、哦，你们那个观念就是人身这样，他比如说手这个手上的三阴，好、哦，都是由身上。好，往手上走，三阳呢由手上往身上走，它的气血是这样走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手这样动，那阳气的是阳经是这样上来，那你往这边快转就是补，好，往快转，然后慢慢回来就是补，那泻的话就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慢慢回去，很慢的上来，很快的逆转就是逆气，好，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，你用针刺的角度迎随的法也可以，好顺。逆，那还搞不清楚，我们用本穴去补穴。比如说，你大肠经是属于经，那现在吃到大肠经的经痛，啊、哦、痛，那只是实症，只有几天，那你要去泻它，好、哦，那你扎二经，这个又没有二经，或者你不知道补穴，你扎二经，你扎到子穴上面的时候，你没有，你即使不做补穴，就是平补脾穴，引到穴就已经是泻了，因为它的穴性就是子穴。那你实在不清楚，就砸膀胱经的本穴。膀胱经是水经嘛，大肠经是经，对不对？经生水，所以水是它的子。所以说你下膀胱经的本穴，比如说通谷穴，通谷穴就可以泻大肠经的实症。观念是这样子。那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来了，我大肠经痛三天，啊，结果呢，我下利了，里面便利大便里面有血，已经一个月了。哦，这个虚症要分虚实要分开来看。所以我们在讲经络跟经络啊，内科归内科，我们还是用虚实来做辩证。好，那
像一般的，你们有在做针灸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说手不能捻毛巾，我们用养老透见识，这养老透见识一透下去的时候，六条筋会归位。好，它不是针对这个养老，对不对？三条筋啊，这个心包筋啊，好，它六筋会归位。好，所以我们透的时候，包括小肠经、心经、心包经、大肠经都会归位。一归位的时候，手就可以捻毛巾。那如果说当你手是可以捻毛巾，只是一部位痛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按照经络来找它的穴道。比如说我手可以捻毛巾没有问题啊，可是我就是这里痛，那你一看是阳池穴痛，哦，那你问他多久了？哦，两个月了。好，我们下，比如说中主是三焦经的母穴，我们可以下中主，那也可以下对称治疗。对称治疗就无所谓虚实补泻，比如说我这边阳池痛，我可以下这边的阳池。那这个阳池痛，我不要下这边阳池，我可以下脚的什么解析，因为相对的位置。好，那我是这里痛，这是阳溪嘛，哈，阳溪偏离温六层的阳溪穴，这个凹下去是阳溪。那我这里痛的时候，我除了可以下这里阳溪，可以下对侧的，如果是的实证的话，对侧的子穴，对称，那右脚上，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刚好接近我们的脾经的商丘的地方？好，你就可以下商丘，商丘就对阳溪。这样知道我意思吧？那有个人来，我就是这里痛，这个关节这里痛，跟你想想看是鱼际嘛？那鱼际的话，你这边如果尺泽，你可以下尺泽，或者是太渊是它的母穴。那同样，你可以下脚的什么右脚的太白，要对称的。甚至于它痛再过来一点，你可以下到公孙上面，啊，或者是整个都痛，你跟公孙太白都可以下，没有关系。这就是所谓的对称治疗。那你如果是脚外面受伤，比如说你这样翻过去的时候，脚一翻过去是外侧膀胱经这边受伤。哦，你当然可以在对侧膀胱经上下针啊，虚症好找他的这个母穴，实症找他的子穴。同样的，你可以在这个右脚这边外侧边受伤，你扭伤了，可以下这边的。那下这边的无所谓，小肠经是太阳经跟足太阳是太阳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对称的。哦，所以你如果是扭伤，那你在深脉好痛胸外的地方痛的时候，你可以下他的什么小肠经的阳谷穴，因为它是相对。好，那你如果是受伤的脚整个外侧这边的伤到，你可以下后溪啊，下腕骨穴，都是相对对称，我们叫对称治疗。之所以对称治疗会成立，就是我们的临归八法，它的带九离一，二十为筋，六八为足，七三为腰，它是一个人的平衡，啊，是取它的平衡。所以我们砸对面，对面的另外一个名称，我们叫，好，这个。谬刺法一个密字边号，这谬刺呢就是左刺，好，左病右刺，右病左刺。那现在人都是乱搞，都不懂什么叫左病右刺，右病左刺。好，那过去还我们除了临归八法，还有一种八卦针法，这就是研究易经的人哈，他就套嘛套啊，硬要套上去。好，这个什么成什么卦，如果你这样子更复杂，那你变成说你学的针灸，你一定要去学易。好，那倒不需要，你只要按照我的对称治疗就好了。哦，你要一个 common sense， 怎么样是相对的？就好像你后跟痛，我们会扎到大陵；你后跟痛，你会不会扎到这个阳池？脚后你不会扎到阳池吗？这是解析。但是有个人如果解析痛，你是不是扎阳池？所以对称治疗只是个 common sense。所以你只要一个观念很重要。那观念对的话，不用什么卦去生什么，一定要它是三天大树啊，火天大有，你再去弄。那你又不熟，又是这个卦，那哪几个卦是凶卦？你可以用哪几个卦是？啊，像我们一开始我可以这样介绍啊，比如说我们人中，我们上面呢，我们一直在讲过，正常人上面是冷的，好，下面是热的，上冷下热。好，有个太太找我看病，那美国人，他奇怪我脚很热，然后我摸摸他头，我说你热什么程度？他说我都不能穿鞋子啊，那个冬天都很热。我说你很正常啊。他说：“哇，这个叫正常，我很难过。”我说：“你是最健康的人才这样子，这个脚热代表你完全没有癌症。”哇，从此他就很欣赏他的脚热，一变冷他就吓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个观念的问题。好，如果上面是冷的，最冷的是坤卦，最热的是乾卦，乾为天，那不是地天泰吗？所以正常人是地天泰，泰就是很清醒嘛，哈、哦，否极泰。那如果说这个下面是脚都冷掉了，好，上面很热，天地否。那脾卦的时候，我们就出现我们要针人中，人中一针就变成地天泰。我也可以这样讲，可是讲了半天，你们得到什么？什么都没得到，不需要。好，那
这个我们这个背痛的时候，像很多痛哈，我们帮他下针的时候，如果说我这个肩膀痛，你帮他下针，哇，那个痛都没了。现在是原来以前呢，病人会陈述，我从这里会痛下来，现在不是这样子痛了，现在我只剩一点痛，就那一点痛。哦，原来是一条筋痛，现在只剩那一点痛。那一条筋痛，筋上面的问题，你用直母补泻或者对症治疗，好了，对不对？剩下一点痛怎么处理？那就是淤血，淤血。啊，那淤血很抱歉了，我们只好用三棱针，啊，用那个放血针，那个小小的针，好在确定这个痛点上面，皮肤刺破一点，然后你给它上个火罐一吸，啊，吸一点血出来，看它淤血跑出来。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黑黑的跑出来，甚至吸了半天很慢的出来，这都是淤血，啊，那吸出来以后，你这个淤血这个痛点没有了。那过去以前我讲过，我们没有火罐，或者有些地方不知道火罐，我们治止痛的方法最好就是拿个吸血虫哈，把它放上去一吸，它就不痛了，哦，因为吸血虫本来就是这种喜欢那个腐烂的食物的哈。哎，有的人问了急性的，比如说急性的腰扭伤，那急性的腰扭伤，我们有扭伤大穴，好，哦，扭伤的手上的，好，哦，这个曲池下两寸扭伤，那脚上的好，我们这个比如说我用左脚给你看，这是膝盖啊，哦，左脚膝盖头这边，你摸每一个人这边有个里面有个方形的直角形的骨头，在这个骨头上方一寸的地方，我们一个名称叫做解穴，上次我讲过了哈，我们叫解穴。那一般的急性的扭伤的时候，你可以在解穴上下针，也可以下针一边捻针一边叫它扭动，它伤的地方气就会通。好，那如果你取直下两寸，手上你也是属于啊，这个手解穴就是扭伤的大穴。那你说我开灵龟八旁，开子午流注，看当天的流注的时间下流，如果流注的时间正好是这个列穴照海，你就下列穴照海，当场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说灵龟八旁子午流注呢，我们应用在紧急症的时候，好，非常好使用。好，你那这个如果是这个病人呢，讲过只有脊椎骨痛，就是督脉痛，你就扎后溪就好了。好，但是如果有人牵引到，比如说没有办法弯曲脊椎骨很痛，没有办法左右扭曲，那这就已经在西医来说可能是僵直性的脊椎炎或什么，我们中医认为是阳气受阻，因为督为诸阳之会，那我们就可以多除了后溪以外，我们是不是大苏？为什么可以针大苏呢？因为骨的会穴嘛，对不对？骨是不是会骨会大苏？那我脚上的脚骨又名就叫悬中，脚骨穴呢，是不是髓会脚骨？哦，髓会脚骨，所以骨和髓都有。然后我们针第六椎呢，第六椎下这个穴道叫灵台。哦，所谓灵台呢，就是灵智慧，好，哦，你的思虑。灵台下针，针灵台哦，直接针灵台哈，哦，然后灵台外开一寸半就是什么督枢，好，哦，督枢。那你如果说下了后溪大枢，好，哦，骨灰大枢、绝骨、灵台、督枢，他那个再怎么痛，啊，哦，脊椎骨痛、督脉痛都会好。好，哦，那如果是刚好是尾椎伤到。上次我在介绍那个承山穴，哎，就很多女孩子穿高跟鞋啊，走楼梯，咚就摔，正好尾椎骨撞到。紧急的时候，他一撞到，当时你就可以看到承山，赶快承山拿起来看，承山周围你就看到一个青筋冒出来，那个淤血冒出来，一个好静脉，拿针一放血就好了，就当场。好，那事后，比如说他痛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碰到好医生的尾承山痛。承山痛的，这我讲错了哈，尾椎尾闾痛。那我们腿肚在这边，就是人字纹，这是啊，哦，左腿左小腿，从后面看左小腿哈，哦，这是尾中穴，人字纹头是承山，啊，哦，承山。当承山你下针对尾椎骨痛绝对会有帮助的，除了治疗承山，除了治疗痔疮以外，同时呢，你可以在这个附近找压痛。压痛点，
压到，比如说压到这里说啊啊啊啊是，对啊，好，你就这里下一针。哦，因为受伤到那边的时候，每个人痛的位置可能都有一点差异，你就可以调整一下位置，啊，这所以穴道是要灵活的运用，啊，当有痛点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记得手按下去的时候，一定是在两筋中间、两个肌肉中间、两个骨缝中间，绝对不会在肌肉上、骨头上，不会的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在骨头上那边找，好找穴道，不会存在在那边的，啊，那如果说今天有个病人来找你。他说我是这个背是这样的哈，好，两垫步这样的腿，好，他说我是这里痛，那西医可能给你做骨神经痛或什么名称，你不要管他啊，我这里痛带脉嘛，你这是针什么灵气对不对，马上下针灵气啊，我这痛往下走，这是什么膀胱经的痛，那你是不是针委中，这就是委中嘛，哦，委中穴。那如果是痛到环跳再痛下来，从旁边痛下来，这就是胆经的痛，所以按照经络来取穴。现在看到的坐骨神经痛都在经络上面。好，那都在经络上面，我们以膀胱经做例子，大家都读过膀胱经，督脉在这边，督脉是外开一寸半才会碰到膀胱经。好，那你这边痛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你如果痛左边，好，痛左边我们针右边，痛右边我们针左边。那由于经络差了一寸半，所以说他们讲那个 hernia disc 就是你椎间盘突出，有突出一寸半那么长吗？有那么大的骨头突出来吗？好，所以开完刀照痛，那个还是那个开刀的量也痛，就变成本来是一痛，开完刀变两痛。两痛以后，我们这个督脉和这个经络之间，我们有络，还有最小的还有孙络，就好像我们有微血管系，好，最小的微血管都有。啊，有落到，那你一伤到动脉一切开来就扒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左边右支右边左支就很难了，针下去气道这边过不去，啊，被那种组织会挡到，啊，开刀，所以说还不会好，啊，还不会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，去开刀，啊，那膝盖，我们的膝五针一般是风湿关节。急性扭伤伤到的时候，也是我们用膝五针。那如果是有的人痛啊，我膝盖痛，那你问他你是痛在膝盖里面还是哪里？啊，我痛不是，我是在外面，我就在这个膝盖呢，比如这个左腿，我就在膝盖的这个内侧痛。你一看，皮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痛多久了？痛三个月，皮筋的右脚了，就对侧皮筋的什么大都穴，它的母穴嘛。那如果痛几天，皮筋的子穴。商丘，如果痛到外侧胆经嘛，就按照经络来取穴。我这个痛到上方，主要名胃经嘛，好，按照经络来取穴。但是整个膝盖痛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用膝五针。好，你不要什么都用膝五针，好，不可以。好，那我们那个最常见的关节痛，手指头关节痛，很多人就整个关节痛，然后早上起来握不起来，对不对？最好用的穴道是什么？合谷穴，哦，透呢，透到劳宫就好了，哦，如果是中风手张不开，你才会去合谷透到什么后膝，平常我们合谷透劳宫效果就很好了，哦，那你如果说过去呢，我们有三尖来透劳宫，哦，透也是三尖透劳宫，合谷跟三尖差只差一寸一多一点点，哦，都属于这个手阳明大肠经的穴道，效果都差不多，都一样啊。那如果说你砸外观，当然可以啊。外观穴好，因为外观管三焦，它是飞虎，那整个手部的关节都可以治疗啊。那我们如果手关节痛，很好玩的哦，因为它是整个手，所以我们下肢的时候下了同侧，不是下对侧，因为我们这样透过去无所谓，是整个让他手，我们的目的只是让他手的气血流畅而已。好，哦，所以这我们扎这边就这里痛，扎这边就这里痛。好，哦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。如果两手痛，你扎两边。好，哦，这样。那有的人呢，扳机指，那手什么扳机指？我手张不开了，就慢慢看，扳开了有没有？扳机指哈，指头下去就伸不直了，这个关节不行。那我们过去我们的传统中医的手法呢，就在
手指头这样子哈。啊，对，第一节横纹，第二节横纹，第三节横纹，这是手掌。好，在第二节横纹的地方，一般扳机指都长在这个节关节这个地方，好，很少在这边，都在这个地方出现。那这个两个纹的中间呢，是个小洞，用那个放血针。好，不要用一般的32号针，那个太小了。我们那个放血针这样浅刺一点点，一挤，你刚开始挤的时候会看到一点点血，然后后来会看到黄水，挤出来黄水以后放开来，啊，就慢慢就会好。啊，那你说挤完黄水以后，老师我在上面揪。好不好？当然好，艾灸很好，直接是放的生姜在上面，隔了艾绒在上面灸。那这里是灸的时候本身能够去水嘛，因为它的这个关节里面油不够了，是水累积在里面，所以它肿痛。好，你直接放了生姜在上面灸。好，你不用大动干戈。要说我老师，我的黄连跟那个巴豆，我们做起来哇，排水的力量很强，那个是排肺积水、肝癌、肚子积水，我们才会用到黄连跟巴豆。那个巴豆那么强。我们不单单是内服，巴豆外服都很强啊。外面用了，你一烧艾的时候，那巴豆力量从肚脐到肚子里面去，那腹水就消嘛哈。那你把巴豆在这里就太过了，你知道哈？我们要不要太过？就好像你开个刀，你拿个大刀来开个小刀，对不对？那开眼睛那个眼科大夫的刀很小，你拿个很大的刀来，没有好，有点 common sense 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我们针灸不管关节，我们的这个手的治法，我们无所谓急急缓缓急，只有缓急只有差在哪里呢？就是子穴母穴，啊、哦，还有呢急症，我们开子午流注灵龟八法，啊、哦，开这个效果非常好，啊、哦，所以急症的时候你们可以考虑，所以你们平常以后你们开业的时候诊所放个黄历，然后看看黄历。好，像有的人对我们的元络治疗，好，你我们的这个元穴你不下它，我讲过治疗法是很多，元络治疗法、会穴治疗法、好、哦、云木治疗法，乃子母补穴，好、哦、我们五门十变。那在运用它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说会穴治疗跟云木治疗大部分我们是用在内科疾病上，比如说现在有个人气喘来了，好、哦、老师实测切心子，这个尺泽虚泽补其母太渊，当然是会有效，但是不够强，好、哦、不够强，那个气喘了20-30年了，好、哦，我们下针下肺腧，先治肺的本经，肺腧啊、中府、云木治疗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不是藏会章门穴，对不对？肺经的溪穴，好，这个孔最，好，选好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五行的辨证，我们肺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治肝？这个时候我们下手在针在肺腧上面，同时我们下针下肝腧，同时下脾腧，因为我们治经一定会强土，一定会去。这个强木跟强土，啊，我们筋有问题，肺筋有问题，我们另外强木，再去强土。这样子强的话，逼着它进去生水，逼着肺里面的水进入肾脏。肺是水的上源，一进入肾脏以后，就进入肝，就会肾脏膀胱就会再接受循环。好，所以如果肺的水因为某种东西堵到三焦系统，三焦不能运化，三焦者绝度之官，水道出焉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堵到三焦，整个堵到病人积水的时候，我们把肺的水要拿掉。不拿掉这个水的时候，这个水会去长癌症嘛？那你正常人需要喝水，癌细胞、你的病毒、细菌，它都要水嘛，没有水没有办法生存，所以这个水一旦是废水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办法排掉，不能留在身体里面，哦，那这是基本的治症，所以我们砸了肺腧，砸了中府，好、哦，中府透云门，
好，那这个会稀，然后我们会去扎肝腧、脾腧，啊，去强土，这是基本。那有些比较，你基。